带来怎样的精彩演绎？别走开，广告之后精彩继续。郭峰老师今天带给我们怎样的舞蹈？其实你看啊，难得 Hip Hop 来到现场，我们不能，我们教别的舞就不太意义了。我们今天教给大家像他们一样印度十足的钻石舞。哇，这厉害！看他们的那个韧性啊，跟着强度，跟着光芒。是最重要的。钻石有几个原则？钻石没有韧性啊。那么不是韧性，就是耐力。哦，耐力，冲击性绝对是很强的。你要例如说挖掘钻石有几个东西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挖掘。哎，没错，找到那个原石。钻石先要怎么样淬炼出是钻石？一定要先在那个钻能出钻石的地方。是的，先挖掘，挖它，挖掘它之后，完之后什么？切割它。对，切割完之后，切割完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杨帆他肯定知道要干嘛。切割完之后，钻石会怎样？会怎样？抛光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不是，你看，我们照相来了。头发都把一边眼睛遮住，看不到我这边。因为他没吃饱了，就只吃了三碗，然后五碗饭。抛光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是闪闪发亮。对啊。挖掘、切割，是的。抛光。抛光。好，我来教大家了。啊，我们来站一下位置哈。好嘞，站。往前站，挖掘的时候踏步，挖掘东西，抛上来。挖掘东西抛上来，会了吗？挖东西要气势，就像 hip hop 一样，预备，走，五挖东西往上，五挖东西往上。好，切割的时候很简单，哎，切切切割，切切切割，有没有简单一点？哎，哇，讲切啊，就很轻松啊，都是配合你的程度。不好意思，因为配合他的程度。对对，我比较肤浅一点嘛。对，因为他习惯切是这样。是的，是的，前面两个加起来，好，了气，走，挖掘后，嘿嘿，挖掘后，切切切，哎，切割，哈，切割，哈，哎，刚才有说哪一位同学说没切到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抛光，抛光，哇塞，抛光，这就是高老师福利的开始啦，要不要来点福利啊，各位歌迷？抛光怎么？抛光的时候哈，很简单，抓住，抓住。抓住，哇！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哇！如果你要把衣服拉起来，我不介意哈。五六七，走，抛光二三，哈，抛光二三四，好，最后一个啦，闪闪发亮，预备 go， 闪闪发亮，闪闪发亮，哎呦，好，加在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六七，走。挖掘，哈哈，好，预备切割，预备 go， 切割，预备抛膜，走，抛膜，哈哈，闪闪发亮，切给，哎呀，切给，会了吗？专属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来，有些人想说看高宇跳，哎，高宇，哎，帅哦 ，sorry， 高宇这个钻石舞 OK 吗？应该 OK 了，应该 OK。单人版，准备，高宇，哇，Music， Are you ready？ 帅哥，是一种好学生，我们一起来一段哈，一起来跳一下哈，来，哎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挖掘它，挖掘它，切割它，好贵，好琢磨，闪闪发亮，挖掘它。